好多人覺得香港係一個好緊張嘅城市，其實呢度都有好悠閒嘅一面。試下揾個上晝，自己一個人 plan 一次輕旅行，慢活日常，可以就係咁簡單。呢度既有寧靜嘅一面，又有文創嘅活力。一個咁酷嘅地方，作為遊客，特別係年輕人，真係好值得嚟呢一度。至於我，平時工作咁忙，得閒梗係希望隨性一啲，行下最酷嘅街道，品味最酷嘅咖啡啦。嗱，今日又要幫自己熄機，隨住咖啡嘅香氣，遊走呢一區嘅大街小巷。快忍唔住就打卡啦！係啊，咁嚟得呢度就唔單止淨要飲咖啡噶嘛，呢個地方又咁靚，即係難得我哋可以有咁嘅緣分一齊去做一個咖啡嘅節目。咁當然梗係要揾一啲隱世嘅咖啡店，值得打卡嘅咖啡店。我今日先嚟呢個地方視察環境先。其實咖啡店咧同呢個景咧永遠都分唔開，係因為有一個靚嘅景咧，深刻令到你嗰杯咖啡咧飲落都好味啲。其實海濱公園都發展得幾好噶啦，香港就，而且好多咖啡店咧都係沿住啲海濱公園嗰度發展緊嘅。即係如果天氣好啲嘅時間，有少少西斜，有啲陽光入嚟咧，冇錯。再凍少少咧，再攤翻杯熱嘅咖啡就真係 perfect。阿 Ben 你自己飲得噶啦，唔使理我噶啦。啊，點咁啊？我幫你安排咗噶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好啊。咁喺你面前呢一杯好似酒杯咁嘅咧，就係叫 Shakerato， 咁就係用咗四個嘅 espresso 嘅 shot， 再加啲冰同埋糖，而且係用一個調酒嘅方式去 shake 出嚟，所以就佢嗰個泡咧更加有啲細密嘅感覺啦，就再滑啲嘅。你都 OK 喎。其實 Ben， 我想問咗你好耐嘅，嗱，我知道你中意咖啡，其實你幾時開始中意咖啡嘅？唔係我哋拍《使徒行者》嗰陣時，一六一七咁上下咯。我哋同咖啡結緣咧，好多時都係因為屋企有一部第一部咖啡機開始咧，跟住咧你就一直喺咁追落去啦。你以為開始諗住拉花，原來拉花之後，你先發覺，咦，原來你要注重嗰個 espresso 個 creamer 好唔好喎？係 creamer 好，你先至拉得出嚟同我靚嘅喎。我你要整靚嘅 creamer， 咁即係你個磨豆機又要靚喎。嗯，有曬兩樣嘢都未夠，仲有咖啡豆咧。嗯，你到底係深烘焙啊，定係淺烘焙啊，定屬於乜嘢就開始又要玩呢樣嘢啦。嗯，跟住嗰啲奶啦，係啦，奶啦，係啦。不過我就冇話正式同你可以平時即係喺廠度開工啊，即係。係，我有個係啦咖啡 coffee corner 喺度，係啦，最多都係過嚟你個廠度，即係叫你請一杯咖啡嚟飲嘅啫。咁係由幾時開始？你又我成日記得啱啱開始嘅時候咧，我直情係每一壺都係手沖咁樣去做法嘅，即係自己屋企手沖完。唔係喺個廠嗰度帶埋磨豆機，煲埋水，嘈喧巴閉，磨豆嘈到啲嘅，靜靜好唔好啊？跟住咁樣嗰嚟做法開始嘅，到後屘直接就開始明白到，咦？我想俾咖啡人飲可以，但又唔想阻礙到個拍攝嘅進度咧，就直接設咗一部叫3公升嘅咖啡機喺度。原來我沖咖啡俾人飲，見到人哋飲咖啡開心係遠勝過自己飲咖啡個感覺。嗯，呢、這個我都係有咁嘅感覺嘅，因為我都試過就係分享到啦嚇，同埋喺嗰個工作過程裏邊，好似加翻一少少能量俾自己係喜悅好多嘅。冇錯冇錯，最好啊嚟。為分享而飲杯。OK 。